郭新奇小姐。带来好听的歌曲《期待歌在上红》。掌声鼓励。共同欣赏，谢谢。阿姨好，静兰好，还有全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摄影师好，导播老师好，全省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美丽家族大家好。创新纪录，好，来这条歌吼、喔，这古歌拢有种期待再相逢。啊，你这条歌写是期待搁再相逢。哦，
这是意思讲相逢过啊，这个相逢。对啊，期待，就是很期待，就是这一首歌是我们赖俊才啊，赖俊才的MV， 他单曲，然后他写，他跟老师合作写这一首歌，非常好听。全省观众朋友要记得哦，来传唱哦，期待搁再相逢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。真厉害吼，录歌吼，录到今麦拢要写歌词。然后还自己编曲，久病成良医。哎，因为咱吼拢实在真久啊，一段时间啊，讲进前是录歌，今麦是录歌兼写词啊。然后还要录 MV 哦，啊，不然坤真老师都不在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老师哦，金妈妈她一定很欣慰，因为说你看哦，她自己写过，写了很多歌给我们这些好朋友，还金妈妈买单哦，而且金妈咱这下来刮点没有？演唱起来拢进步啊，也会写自己写词，对，大家都提升，慢慢的全方面，很感谢坤真老师，真的，然后很谢谢菲菲。师娘菲菲，她很辛苦，她人也很好。然后我们全省观众朋友，大家一定要收看全大电视台哟。哦，赞呐、啊嗯！哦，感谢姐姐哦。全大电视台来唱歌，大家拢是 hit 到的 ，hit 到了吼。对，然后谢谢。啊，谢谢全省观众朋友，然后谢谢我们美丽家族三个三嫂、四个四嫂，大家好，大家要健康哦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姐姐哦，谢谢，稍作休息，非常、谢谢好听的歌曲，没错，你看做一届都感谢到，包括一唱的